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Oracle 系列基础教程。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PRSQL 编程中的异常处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在学习这个 PRSQL 程序块的时候哈，程序块结构实际上是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 declare 声明部分、 begin end 的这个程序块体部分，以及 exception 异常处理部分。本次课我们将要详细介绍的就是 exception 异常处理。好的，现在呢，我写一段这种 PRSQL 语句哈，写什么呢？ elem varchar2 10 begin and cnac 的 elem from emp where emp number 等于7369。好，看一下有没有这一行记录的存在哈。哦，答案是有的。接下来呢， dbms output 点 put line elem。哦，这个地方要写上 select elem into， 这样子吧，我把上面改成 elem 一 into elem 一。好，这个是从 emp 表中查询 emp number 等于7369的员工的名字，并把这个名字赋值给变量 elem 一。好，接下来我要打印的就是 elem 一的值，执行一下，输出 Smith 2没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要人为来看一下，我把这个 where 人为引发一个错误哈，把这个 where exemp number 等于7369给它去掉，那 cnac 的 elem from emp 很明显会出来一组记录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够成功吗？OK， 他报错了，他说实际返回的行数超出了请求的行数，在第四行。好，也就是说我在执行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出现异常怎么办呢？来到 PRSQL 块的 exception 异常处理部分来执行这个异常处理。那么异常处理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异常处理是在 exception 跟 end 之间，然后有个 when first exception then 怎么怎么样， when 第二个异常又怎么怎么样， when others 如果是其他的又怎么样。好，现在我把它补上， when too many rows then dbms out 点 put none 查询结果超过一行。好， when others， 好，记住这个 when others 就有点像 if else 的 else， 如果不是 too many rows 而是其他的异常 then怎么怎么做哈。 OK， 我这个地方说发生其他异常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执行这段语句，输出查询结果超过一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哈，执行 SQL 块就是声明一个变量 elem 一，接下来去 emp 表查询 elem 的结果，并将这个结果赋值给 elem 一。但是在执行这句话的时候，会发现哈，因为我变量赋值变量只有一个值，我这又不是数组，但是呢，我查询的结果却有多个值，那就会造成 too many rows 这样一个异常的发生，就是太多行了。好，这里发生异常呢，正好我这里写了 exception 语句，它就会进到 exception 这个地方来执行，执行的是这句话，然后程序终止。
好，所谓的异常处理模块，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程序块体的代码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异常，就会自动跳到 exception 块来执行异常处理语句。而我们这里的演示的异常就是一个 too many rows， 太多异常了。好，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介绍 PLCQ 哈 ，Oracle 的 PLCQ 中有哪些异常的存在？实际上，异常分为三大类哈，分别是预定义的异常，第二大类是非预定义的异常，第三是用户自定义的异常。我们今天只会介绍哈预定义的异常。预定义的异常就是 Oracle 已经定义好的一些异常，这些异常呢都分别用名字哈已经标示出来了，比方说 too many rows， 再比方说还有一个异常叫做 when no data found 异常哈， no data found 就是没有找到任何数据。没有找到任何数据哈。那么我们怎么引发这个异常呢？好，把威尔语句写上。一二三四，很明显我并没有一个叫做一二三四，雇员编号的员工。那好，执行这段话。OK， 输出什么呢？没有找到任何数据，也就是说这个赋值语句如果是没有从表中查询任何数据然后去赋值的话，就会引发 no data found 预定义异常。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Oracle 已经定义好的这些预定异常究竟还有哪一些呢？ OK， 我这里做了一个表格哈，比方说有Duple where value on index， 就是重复的哈，在一个唯一键值上有重复的值出现哈。第二个有 timeout on resource 哈，等待资源发生超时的时候引发的异常。还有 transaction backed out， 就是事物回这个发生死锁事物然后被撤销异常。然后 invalid cursor 无效的游标哈， no logged on 就是没有连接到 Oracle 的异常。还有 login denied登录就是无效的用户名和口令异常。好， no data found 没有找到数据，就 CNACT into 没有找到数据是引发的异常。 too many rows 呢则是 CNACT into 语句返回多行引发的异常。好，除此之外还有 zero divide 就是除以零， invalid number storage error program error value error 等等哈，这些就是 Oracle 预定义的一些异常。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本次课内容就已经介绍完毕了。本次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异常处理模块。异常处理模块是在 exception 跟 and 之间写上的 when 语句哈， when others then。我们可以写很多句的 when， 但是 when others 只有一句，而且是写在异常处理的最后部分，代表前面如果没有处理到异常，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到 when others。子句来执行异常处理。好的，本次课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课再见。